现在在你前方右侧的是三号导览点，国美馆的镇馆作品之一，是台湾相当重要的艺术家黄土水创作于1930年的作品《水牛群像》。这是一件长方形的雕塑作品，以金属材料铜制成，长度大概是三个大人张开手排成一横列那么长，高度比一个大人还要高。这件作品描绘了三个全身光溜溜的小牧童在芭蕉树下放牛的情景。你现在的位置是这件作品的最左边，由左往右触摸，你会先摸到一只头朝右的水牛正在低头吃草，牛背上坐着一个牧童，手里拿着一根长竹竿顶着斗笠玩耍。继续往右是另外一只头朝右看的小牛，在小牛的前面站着另一个小牧童，小牧童温柔地看着小牛，双手抚摸着小牛的下巴，小牛也温驯地凝视着小牧童，生动表现小牧童和水牛之间的感情。在小牧童的后面还有两只水牛和一位牧童，体型比较平坦，并且被前面的水牛和牧童挡住，看不清楚他们完整的样子。在作品左右两侧上方则是层层叠叠的芭蕉叶，真实呈现台湾早期农村的南国风光和田野情调。你或许已经发现，这件作品的水牛和牧童有的比较突出，有的比较平坦，这是因为艺术家巧妙地运用了浮雕的立体效果，距离观众越近的，突出的程度最为明显，离观众越远的，则是越平坦，使得整件作品更有层次感。